11日，李荣浩在微博发布演唱会延期公告，并配文：为了疫情赶快好起来，澳门、无锡、西安三站演唱会也决定延期举办，抱歉。并表示调整后的演出日期将通过官方渠道另行通知，保证大家的健康，避免太多人聚集，增加感染风险。网民评论：等你哦，等你，疫情结束，继续年少有为，当然健康最重要，等到疫情过后，演唱会都会有的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